现在我们班是要来做创意原型图。邱君辉，你做什么？在做狮子。爬狮子。安乐，你做什么？毛毛虫。爬毛毛虫。Jason， 起来 ，Jason， 你在做什么？蜗牛是不对。云晴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在做姐姐。好，再来。梦辰，你做什么？狮子。好，你做什么？蜗牛。蜗牛。Eric 做了什么？蜗牛。蜗牛，你做什么？我做雪人。好 ，OK， 再来。金云做什么了呢？熊熊。熊熊，好棒哦！来，芙蓉。做乌龟，子毅做了，子毅做什么呢？狮子，狮子，狮子要雪。好，月安做了一个雪人，佩珍也是雪人，你做了什么？雨辰，奶油狮，奶油狮，一心做什么？好棒 ，Teddy 做了什么？毛毛虫，你觉得呢？青蛙，好棒，我不一样。国语呢？雪人。雪人。好，一婷做了什么？来，你做了什么呢？好，乌龟。凯俊也做了青蛙，对不对？陈君呢？毛毛虫，好。这是卓明贤的。好，慧珍做什么？毛毛虫，慧珍，好，明贤，挥一下，挥挥手，好，一鸣，雪人，雪人，雅琪，毛毛虫，毛毛虫，好来，舒晨做什么？毛毛虫，于珍过来，挥挥手，你做了什么呢？做什么？狮子，好，刚好你刚不在，我是模拟的，你做什么？好，这是我们一起在创作的过程。